我的丈夫最近很奇怪，他总是在女儿的房间里一待就是一整晚，说是女儿看了恐怖片害怕。但当我推开门查看时，他的神情总有些微妙。我觉得你跟佳佳之间应该保持一点距离。深夜，我坐在床头沉思许久，终于开口：“蒋静轩，不解，秦岚。” 佳佳是我女儿，我跟女儿亲近一点有什么问题吗？一点，那是一点吗？一想到两人的那些事，我情绪就有些激动。蒋静轩，而大必母，女大必父的道理你不懂吗？佳佳已经十一岁了，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育了。你除了是她的父亲，你还是一个异性，男女有别。 佳佳不懂，难道你也不懂吗？蒋静轩轻嗤一声，对我满是不屑。我跟女儿的醋你都要吃，我看你真是应该去医院看看脑子。蒋静轩说完，站起身来，拿起手机走出了主卧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愤怒地抬手一挥，将床头柜上的台灯摔倒在地上。我知道。 他又要去女儿房间了。我叫秦岚，今年二十九岁。我有一个特别宠女儿的丈夫，他叫做蒋静轩。二十乘以一年十二月，是我第一次察觉到蒋静轩对佳佳的行为有点奇怪。那天，蒋静轩带着佳佳去上游泳课，回来后，我发现佳佳的大腿上有几道淤青的印子。佳佳。 你以后注意一点，这腿都磕到了。女孩子要是留疤了不好看。磕到？我没有磕到呀。今天有爸爸保护我，我怎么会受伤呢？没有磕到。那印子是怎么回事？我伸手将佳佳的裙子往上撩，指着她大腿上的印子问道：“那你腿上的伤哪来的？”哦，妈妈，你说这里呀、啊。 这是爸爸掐的，我眉头皱起，一把将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佳佳拎起，让他好好站在我的面前。爸爸掐的，爸爸为什么要掐你？你做错什么事了吗？我一边检查他身体的其他地方有没有淤青，一边问道：“没有啊。”佳佳耸肩摆摆手：“我很乖的。”接下来。 佳佳说出的话让我毛骨悚然。爸爸说我的腿好，让他忍不住想掐。佳佳低头看一眼我的腿，嘴角微扬，继续道：“爸爸还说妈妈的腿毛毛的，像猴子一样。”佳佳的语气里满是对自己的骄傲和对我的嘲讽。我看着面前这张可爱童真的脸，忽然感觉可怕。 佳佳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蒋静轩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我气急了，拉着女儿佳佳直接奔进蒋静轩的书房。佳佳，把你刚刚对妈妈说的话，当着爸爸的面再说一遍。可能是我的声音有些严厉，吓得佳佳话都还没说，就直接躲进了蒋静轩的怀里。老婆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 把女儿都吓到了，蒋静轩一边说，一边将女儿抱进自己的怀里。我看着她那双放在佳佳大腿上的手掌，心里泛起一阵阵恶心的寒意。蒋静轩，佳佳是你的女儿，我跟她强调道。是啊，佳佳不是我的女儿，难道是我的儿子吗？ 蒋敬轩好像丝毫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，笑得一脸宠溺地捏了捏佳佳的脸。真的是我太敏感了吗？可蒋敬轩和佳佳之间远不止这一点。那天凌晨三点，我起床上厕所，原本应该在我身边熟睡的蒋敬轩此刻不见了踪影。我抬眼看向主卧内漆黑的卫生间。 蒋静轩不在厕所，那三更半夜他去哪了？突然，我的心中萌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：蒋静轩会不会在佳佳的那里？我走出客厅，双手颤抖的打开佳佳的房门，一阵清脆的鼾声响起，我确定是蒋静轩。我说：“这几天蒋静轩怎么总是比我起得早？” 原来是根本没在我身边睡到天亮。凌晨三点，我在黑暗之中足足站了一个小时，直到蒋静轩的鼾声停止。老老婆被寒风唤醒的蒋静轩一脸慌张，看向站在房门口的我。那一瞬间，我笑了。蒋静轩，你不心虚，那慌什么？蒋静轩从床上爬起。 透过微弱的月光，我看见了后背之下的距离。他轻手轻脚地将房门关紧，脸上异样的神情也早已恢复如初。老婆，你怎么醒了？佳佳说她最近老是做噩梦，晚上怕，我就来陪她睡会，是吗？佳佳怎么没跟我说过这话？蒋静轩一时语塞。 随后恼羞成怒地对我吼道：“怎么没跟你说？当然是因为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你有二十五个小时都在公司。佳佳怎么跟你说？”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跟我并肩走入婚姻的男人，气笑了。蒋静轩，这话你是怎么说的出口的？我承认，我的重心的确在事业上。 但如果我不挣钱，就凭蒋静轩那点工资，怎么养活一家五口？我妈是存了养老金，但蒋静轩爸妈没有，蒋静轩又是独子，所以赡养的义务也落在了我们的头上。但我也有错，如果不是我这几年疏于对佳佳的关心和照顾，又怎么会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走向歧路？ 思绪拉回，我将掉落在地板上的台灯拾起。一定不是我的问题，一定是蒋静轩的问题。既然跟蒋静轩说不通，那我就从对佳佳的教育入手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佳佳被蒋静轩这颗毒瘤给残害。我起身往佳佳的房间走去。爸爸，你搞好了没？我困了。 我刚握上佳佳房门的把手，就听见屋内传来稚嫩的女声。我手心颤抖了一下。蒋静轩在对女儿做些什么？我奋力将门推开，眼前的景象吓得我眼前发黑。蒋静轩，你在对佳佳做什么？我冲上前去，一把推开愣住的蒋静轩。我将佳佳搂紧在自己的怀里，摸着她的头抚慰。 佳佳，家家别怕，妈妈在，妈妈在。我抬眼，眼中戾气深浓地看向蒋敬轩，滚出去！蒋敬轩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，转身出了房间。房门关上后，我看向怀中抱着的女儿，柔声道：“佳佳，告诉妈妈，爸爸刚刚在对你做什么？” 佳佳从我的怀中挣脱开，脸上有些不悦。“妈妈，你凶爸爸干嘛？”“我流血了。”“爸爸只是在帮我换掉脏了的裤子而已。”“流血？换裤子？”我视线向后移，看向那条搭在床边、染上了血迹的裤子。“佳佳，你来例假了。”佳佳一脸迷茫地看向我。“妈妈，例假是什么？” 我心中一紧，果然是平时忽视了对女儿的教育，使得女儿不仅连自己的身体变化都搞不清楚，甚至出现这种事情都不第一时间告诉妈妈。我拉起女儿的手，带着她去卫生间整理了一番，又给她讲述了半个小时例假是什么，以及要注意一些什么。最后，我给她被窝里塞了个暖水袋。 叮嘱他早些睡。出了女儿的房门后，我看了一眼坐在客厅抽烟的蒋静轩。佳佳来例假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秦岚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天天工作那么忙，哪有空关心女儿？蒋静轩的借口还真是百花齐放起来了。我在忙，也是跟他爷俩住在一个屋檐下。我在忙。 我能忙到哪里去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好啊，我已经跟公司请了两个月的假，从今天开始我来全职照顾佳佳。这两个月我没有收入，所以你最好多跑点业绩，来养活我们这个家。我话音刚落，蒋静轩轻啧一声，随后猛抽了一口手里的烟，秦岚。 佳佳是我女儿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担心些什么。就算我有什么想法，佳佳还那么小，我怎么可能对她下手？我对蒋静轩的辩解充耳不闻，直接走进卧室，抱了一床被子进女儿屋里，跟女儿睡。全职在家的这些天，我跟女儿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 女儿开始逐渐拒绝蒋静轩的某些亲密的行为，我看着眼中再也没有妩媚样，而是恢复童真的佳佳，深感欣慰。佳佳，你在学校有喜欢的男孩子吗？饭桌上，我一边给佳佳夹菜，一边像朋友一样跟她闲聊。虽然佳佳还小，但谁没年轻过？我说的喜欢。 也未必是那种真正切切轰轰烈烈的喜欢。小孩之间也有单纯的喜欢。佳佳脸颊微红，看上去有些局促。妈妈，你别瞎说，我不喜欢学校的那些男孩子。看着佳佳这副害羞的模样，我打趣道：“那佳佳喜欢谁？补习班的男孩子吗？”佳佳摇摇头：“我都不喜欢，我喜欢爸爸。” 我笑了笑，此刻还不觉得佳佳说的这句话有问题。那佳佳不喜欢妈妈吗？佳佳也喜欢妈妈，但是佳佳更喜欢爸爸，就像妈妈喜欢爸爸那样喜欢爸爸，像妈妈喜欢爸爸那样喜欢爸爸。我脸上的笑意僵住，手中的筷子倏然掉落在地，五指慢慢收紧，指甲陷入掌心之中。 随后，我迅速冷静下来，对着女儿语重心长道：“佳佳，你对爸爸的喜欢，跟妈妈对爸爸的喜欢是不一样的。”佳佳瞪大双眼，像是在等待我解惑。有了前些日子的铺垫，这一次的沟通进行的异常顺利。我彻底将两人之间怪异的气氛打破，佳佳也懂得了如何跟异性相处。 哪怕对方是他爸，而我不知道的是，一场大战即将一触即发。佳佳，过来跟爸爸一起练双人瑜伽。某天傍晚，蒋静轩拿着瑜伽垫，一边对着佳佳的房门喊道，一边伸手压下佳佳房门的把手。我坐在沙发上假装看电视，其实在观察蒋静轩的一举一动。 在听见房门咔嚓一声，但并没有被打开的时候，我能明显看到蒋静轩僵在了原地。爸爸，你等等，我在换衣服，马上出来。女儿已经学会锁门，保护自己的隐私，我很是欣慰。可我是高兴了，蒋静轩却不乐意了。秦岚，是你教佳佳锁门的？是，又怎样？ 我看着蒋敬轩竭力压制着呼之欲出的怒气，冷笑道：“这些天蒋敬轩都在忙于工作，根本没想到我对佳佳的教育进展能够这么迅速。”秦岚，我是他爸，不是贼。蒋敬轩，你的确不是贼，但你是个男人。蒋敬轩还想说些什么，但佳佳已经换好衣服出来了。 他不想在佳佳面前跟我吵架，所以作罢了。蒋敬轩走近，一把拉住佳佳的肩膀，将她搂紧怀里，像是在跟我宣战。佳佳抬头看我一眼，明显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肩膀，想要从蒋敬轩的怀中挣脱开来，但成年男子的力量不是小女孩能抗衡的。 尤其是蒋静轩还在气头上的时候，我没说什么，静静地看着两人练瑜伽，因为我不必说，佳佳的态度就是最好的回答。爸爸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们换一个练好吗？我闻声望去，投影幕布上正放着的瑜伽姿势，那个姿势需要蒋静轩将佳佳托举起来，为什么？ 平躺在地上的蒋静轩坐起身，一本正经地跟佳佳说道：“佳佳，这个瑜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压力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“不好，我就是不喜欢。”佳佳向后退了一步，一脸的抗拒。此刻，蒋静轩的视线掠过佳佳，落在了我的脸上。我毫无畏惧地对上他的视线，像是在迎战。 片刻后，蒋静轩将视线收回，再次露出宠溺的笑意。那佳佳喜欢哪种瑜伽？佳佳选一个吧。当佳佳接过蒋静轩的手机，在手机上滑动进度挑选动作时，我看见了幕布上这个瑜伽视频的名字：情侣瑜伽。真够恶心人的。佳佳挑来挑去。 最后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且正常的动作。爸爸，就这个吧。蒋静轩看向手机上的那个动作，沉默了一会，开口：“佳佳，这个动作太简单了，不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。我们换一个，好不好？”佳佳也沉默了，随后她低声说道：“爸爸，我是女生，你是男生，我不喜欢跟你贴得这么近。” 佳佳语音刚落，蒋静轩倏然从瑜伽垫上弹起，抄起桌上的花瓶，没有一丝犹豫地向我走来。花瓶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，玻璃碎片迎面而下。一瞬间，剧烈的疼痛让我直抽冷气。但跟头颅传来的刺痛而言，更让我感到疼痛的是，蒋静轩居然会对我动手。 他不该对我动手，更不该在佳佳的面前对我动手。佳佳被吓得愣在原地，一张小脸煞白。蒋静轩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随后丢掉手中的花瓶，转身将丢了魂的佳佳抱起，将她抱回自己的房间中。此刻，我瘫倒在沙发上，只觉得寒意进入四肢百骸，冷入心扉。 长发附在我血汗混合的脸上，脑子昏沉，视线模糊。将佳佳抱离现场后，蒋靖轩回来了。他手中还拿上了纱布和碘伏。蒋靖轩一边将我从沙发上扶起，一边查看我头上的伤。他语气平静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般。秦岚，如果你不做这么过分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动手打你。 你知道的，佳佳的就是我的命。我嘴角扯出讽刺的笑。父爱就是蒋靖轩的一块遮羞布，他要以父爱之名行不轨之事。蒋靖轩，你真是虚伪至极！老子他妈的真是眼睛瞎了，嫁给你，你他妈的就是个畜生！蒋靖轩再次被我激怒，他捏住我的下颚，扬起手掌。 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，蒋静轩打我，我就伸手抓他的头发，用锋利的指甲挠他的脸。他每打我一个巴掌，我就挠他一下。我将蒋静轩的脸上、脖子上抓出道道血痕。但不管我挠他多少下，都没有他打下来的巴掌结实。那一个个巴掌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的心从刺痛到麻木。 最后是心死如灰。我知道，当蒋静轩拿起花瓶砸向我的时候，这段婚姻就该结束了。不知道扇了我多少个巴掌后，蒋静轩累了。老婆，只要咱们能像从前一样，你努力赚钱养家，我来照顾佳佳。我马上就跟你道歉，送你去医院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 他抬手轻轻擦掉我嘴角溢出的鲜血，轻声在我耳旁说道，眸色却沉得骇人。蒋靖轩比一般的家暴男更恐怖，他家暴完后还会对你言听计从，温顺乖柔，让你心软，再次掉入他的陷阱之中。你若是不从，他便会再次露出那副凶狠的嘴脸，用尽浑身的力气将你撕碎。 但我秦岚发过誓，绝不屈服。你做梦！我甩开他那只附在我唇上的手，强忍着痛意，字字清晰。最后，蒋静轩又朝我甩了几个巴掌，然后将伤痕累累的我丢出了家门。这种被家暴的感觉真是久违了。我坐在医院里，一张脸白的没有任何气色。 秦岚，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，你必须跟他离婚。闺蜜李一山看着手上的验伤报告，一脸的愤懑，恨不得立刻手撕渣男。离婚了，佳佳怎么办？李一山轻则一生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佳佳？佳佳又不是你的亲女儿。如果不是因为佳佳，你会受这一身的伤吗？” 是的，佳佳不是我的女儿，是蒋静轩和他前妻生的。佳佳三岁的时候，我就嫁给了蒋静轩。你问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离异带着孩子的男人？因为我是个丁克。我书读得早，二十一岁便大学毕业了。毕业后，我妈就开始给我安排相亲，说女孩子那么努力工作没用。 不如早点找个好男人嫁了，结婚生子。找个好男人，他自己明明就找了个烂人，居然还对男人抱有期待，可笑。我跟他说，结婚可以，但我不会生子。结果相亲的对象全都没了下文，因为我选择丁克这条路。我妈得了抑郁症，只要我一出现在他的面前。 他就开始不停地询问我为什么不生孩子。我一开始还能敷衍他，后来他开始用自己的生命威胁我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找到了蒋静轩，跟他扯了证，还骗我妈说，之所以不生孩子，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意外怀孕了，有一个孩子就是佳佳。跟蒋静轩的婚后日子过得还算愉快。 我们也渐渐日久生情，深深的爱上了对方。至今为止，只有蒋静轩、我还有我的闺蜜知道，佳佳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因为我把佳佳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，尽全力给她最好的生活条件。从三年前开始，我所在的公司开始面向国际发展，我也步步高升。 逐渐忽视了对家庭的照顾，就是这短短的三年，我的家开始变得支离破碎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蒋静轩。依山，如果我跟蒋静轩离婚，佳佳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双手捂住脸颊，声音颤抖。而且佳佳一直都把我当做她亲妈，如果离婚了，她就会知道她没有妈妈了。 闺蜜一脸的恨铁不成钢，那怎么办？你就这样原谅蒋静轩，然后一辈子活在家暴中吗？依山，我的验伤报告你帮我收好，我要先去见佳佳一面，再做决定。你还去见他干嘛？秦岚，你别糊涂啊！我拖着一身的伤回到家，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狗日的蒋静轩！ 密码换得可真快！我忍着心中的怒气，抬手敲门。咔嚓，门开了。开门的是佳佳，但佳佳看着满脸是伤的我，非但没有心疼，还一脸的冷漠。虽然知道蒋静轩目前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，但我还是焦急地问道：“佳佳，爸爸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”“没有。”佳佳垂着眼。 语气冷淡，我察觉到佳佳的情绪有些不对劲。佳佳，你怎么了？是妈妈这副模样吓到你了吗？佳佳满眼的疏离，手还搭在门把手上，丝毫没有要让我进屋的意思。她声音很平静：“你不是我妈妈，我妈妈已经死了。”我眉头狠皱了一下，瞬间觉得凉意入骨。一瞬间。 滚烫的泪滴从我的脸颊滑落，我一把将佳佳抱紧怀里。佳佳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就是你妈妈呀！佳佳奋力从我的怀里挣脱开，冷眼看向我。爸爸说了，你不是我亲妈。撂下这句话后，佳佳用力将门关紧，将我关在门外。我愣怔许久，脑子一片空白。 蒋静轩怎么能用这么龌龊的手段来对付我？他怎么能告诉佳佳我不是他的亲妈？我心跳逐渐失控，掏出手机打给蒋静轩。此刻我嗓音发颤：“蒋静轩，你究竟想做些什么？”电话那头的蒋静轩嘲讽一笑：“秦岚，我想做的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？如果你坚持要离婚……” 佳佳的抚养权也还是会判给我。如果你不想离婚，佳佳已经知道了你不是她亲妈，你觉得她还会见你吗？秦岚，夫妻一场，我再指一条明路给你，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回来，日子照样过。我跟佳佳说，我当时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就是她亲妈。 此时，我的心口如同被人活生生地撕开一条裂缝，鲜血秘密流淌。蒋靖轩，你恶心透了！秦岚，路就这么几条，你自己选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什么叫做人渣。蒋靖轩前妻叫做金小玉，死于癌症。 蒋静轩说的，但是不是真死了，没人知道，因为我没见过金小玉，只看过照片。而蒋静轩的行为之所以这么异常，是因为这两年佳佳长得越来越像金小玉了。金小玉一直是蒋静轩心中的一根刺。听说当年生下佳佳没多久后，金小玉就跟一个有钱的富豪跑了。 所以蒋敬轩才一直没告诉佳佳，他的亲妈是金小玉。爱得越深，才恨得越深。我知道蒋敬轩的心底一直都对金小玉恋恋不忘，因为有两次夫妻生活中，他都把我的名字叫错了，成了金小玉的名字。因为爱屋及乌，蒋敬轩当然比我更宠爱佳佳，但那是以前，而现在。 蒋静轩是不正常的爱，甚至可以说是恶心的爱。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？我心中渐渐有了定夺。我打了个车去闺蜜家，将发生的事情原封不动的告诉闺蜜。太过分了吧！这蒋静轩婚后怎么变得这么快啊？还有那个佳佳，我要是你就什么都不管，连夜跑路。 闺蜜说的对，这件事要是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，都不会再管丈夫、前妻、女儿的死活。但我秦岚不行。我沉吸一口气，对上闺蜜的视线。如果蒋静轩正常的话，我肯定不会顾及佳佳，直接就跟他离婚了。但你知道的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相信李一山会懂。李一山抿了抿唇。 轻拍了下我的肩膀，所以你准备怎么办？我要跟蒋静轩离婚，并拿到佳佳的抚养权。他满脸的不可思议：“秦岚，你疯了吧？蒋静轩是佳佳的亲生父亲，法院怎么可能把佳佳判给你？”我轻抿唇，眼神坚定：“所以我要拿到蒋静轩对佳佳有不轨想法的证据。” 秦岚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已经问过律师了。蒋敬轩的行为并没有达到侵犯的程度。如果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，你很难用这一点来争夺到抚养权。而板上钉钉的证据，我相信你更不想看到。我深知不会有板上钉钉的证据的，因为蒋敬轩说过，就算我有什么想法，佳佳还那么小。 我怎么可能会对他做什么？我知道蒋静轩在等，在等佳佳成年，在等法律的漏洞。他只要不断的给佳佳洗脑，将佳佳变为自愿，那这肮脏的关系就永远不会有拨开云雾的那一天。一想到这，我的心口就如藤蔓缠绕，绵密泛痛。我喉咙紧了紧，无论如何。 我都要试试，为佳佳也为我。依山，你把那位律师的微信推给我，我要跟他咨询一下抚养权的事情。行，我顺着蒋静轩的意回归了家庭。蒋静轩也跟承诺的一样，跟佳佳解释了这件事情。小孩就是单纯，丝毫没有疑心的相信了。我托朋友买了针孔摄像头。 让整个屋子都处于我的监控范围之下。我看着不再偷偷摸摸，而是在我眼皮子底下越来越放肆的蒋静轩。我希望他多暴露一点，让我早日拿到有用的证据；又希望他能回头是岸，守住这个家的最后一片净土。我很少回家了，甚至睡在公司，但我时时刻刻都拿着手机。 盯着手机界面上的监控画面，生怕错过一点点信息。我将视频调出来，一个个发给律师，又看着律师发来的一个个否定的回复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再过两个月就是佳佳十二岁的生日了。十二岁，如此童真而美妙的年纪，却因为蒋静轩而变得荒唐可笑。 正悲叹着，一个陌生电话将我的思绪拉回。外地号码，我迟疑了两秒，按下接听键。喂，哪位？你是秦岚吗？我是蒋佳佳的亲生父亲。我神情恍惚一秒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喂，听得见吗？是，我是秦岚。跟对方约了下午见面后。 我陷入了沉思，他是蒋家家的亲生父亲，那蒋敬轩是谁？思绪越来越乱，我暴躁地揉了揉头发，越想大脑越是一片空白。下午两点，一家冷清的咖啡店内，我看着坐在我面前的年轻男人，他确实比蒋敬轩更与家家神似一些。你说你是家家的亲生父亲？ 有什么证据吗？需要什么证据吗？去做个亲子鉴定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我像是那即将溺水之人抓住了一块浮木，激动道：“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带着佳佳去跟你做亲子鉴定。如果能证明蒋静轩不是佳佳的亲生父亲，那我就有机会跟蒋静轩五五开了。”但转念一想。 面前的这个男人突然出现，是不是想将佳佳带回自己身边？我还正想着，他开口了：“我今天下午四点的航班飞澳洲。”我眉头轻蹙了一下，没懂对方的意思。对方咧嘴笑了笑：“我的意思是，这个亲子鉴定，蒋静轩去做也一样。”我恍然大悟：“是啊。” 不一定要证明面前这个男人是佳佳的父亲，反向证明蒋静轩不是佳佳的父亲，也是一样的效果。所以，这个男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请问，抱歉，我的航班要延误了，有事电话联系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对方就打断了我，起身离开，望着对面那空落落的座位。 我心情再次沉重了起来。不管对方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，我都要试一试。这是唯一能推动事情前进的方法了。第二周，我将收集到的毛发样本、指甲样本以及蒋静轩抽过烟的烟蒂送到了亲子鉴定中心。在等待结果的那一周内，我没睡过一个好觉。我不敢想象。 如果佳佳知道蒋敬轩不是自己的父亲，会是怎样的感受？我更无法想象蒋敬轩究竟知不知道佳佳不是自己的女儿这件事。亲子鉴定机构内，黑白色的走廊有些昏暗。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有人欢喜，有些人忧愁。秦岚，叫到我了。 我双手颤抖地将身份证放在识别机器上，等待检测人员将报告递给我。报告一定要拿好，原件只有一份，丢了不能补，只能重新花钱鉴定。我伸手接过他递来的报告，那是一个四纸张大小的信封，上面贴了封条。将身份证收好后，我一边往医院外走。 一边撕开信封上的封条。来之前，我想过，看这份鉴定报告的时候，是不是需要一些仪式感？或许我应该找一个雅致的餐厅，再点上一些香槟、蜡烛。毕竟，这一张薄薄的纸，就会将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再次打乱。但真正开封的那一瞬间，我只想知道结果是否如我的意。 报告结果写着：检验样本之间 DNA 不匹配程度较高，不具备血缘关系。佳佳真的不是蒋静轩的亲生女儿。那一刻，我笑了，如获新生。我将鉴定小心翼翼的收好，双手发颤的拨通律师的电话，将这个喜讯告诉他。那蒋佳佳的亲生父亲呢？是什么意思？是啊。 佳佳的亲生父亲会把佳佳夺回去吗？佳佳的亲生父亲也会像蒋静轩一样对待佳佳吗？无数个问题充斥着我的大脑，我只觉得头都快要炸掉了。最后只道出四个字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事情比我想象中发展还要迅速。 我还没来得及跟佳佳的亲生父亲好好商量佳佳的事情，佳佳就出事了。那是一个平常的、再平常不过的下午，我提前下班回了家。蒋敬轩没在家，只有佳佳在。佳佳，作业做完了吗？这段时间我都是在监控里关注佳佳的动态。 所以想趁着蒋静轩不在，跟佳佳交流交流。没有，冷漠的童声从屋内响起。佳佳，这又是怎么了？上次蒋静轩跟他解释过后，明明我们的关系回到了从前，难道蒋静轩最近又对他说了些什么吗？我轻轻敲门，佳佳，把门开开，妈妈想跟你说说话。妈妈。 我今天上学累了，有什么事每天再说。我抬起的手在门边举了举，想再说些什么，最终还是放下了手，没再说话。毕竟孩子大了，也有自己的隐私和拒绝的权利。我告诫自己不要多想，转身朝着洗手间走去。这时，我将纸巾丢进垃圾篓里时，发现了一张带着血迹的纸。 我一边洗手一边思考，佳佳上一次来例假是两周前，那这只是什么情况？不规律吗？思虑再三，我回到佳佳房门口，一顿好说歹说她，她总算是开门了。佳佳，你又来例假了吗？没，没有啊，妈妈。她神色略微慌张，语气也有些不自然。是吗？那。 我视线下移，直接扫到了她裙子上鲜红的血印。我一把将佳佳从房间内拉了出来，仔细查看了一番后，我直接带她去了医院。经过诊断后，我让闺蜜把佳佳先带出诊室，单独跟医生交流。医生一边对着电脑打字，一边道：“没什么，撕裂了而已。这种年纪的小孩就好动。” 跑步啊，骑车呀，导致撕裂很正常。我沉默一刻，低声问道：“没有被侵犯的痕迹吗？”医生愣了一下，随后道：“侵犯？没有，一点外伤都没有。那真是他妈奇了怪了！佳佳今天连一节体育课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剧烈运动？佳佳今天这副异样的神情，分明就是有事。” 我将医生的诊断书收起后，给闺蜜发了个消息，随后一脸沉重地走出诊室。妈妈，我没事吧？佳佳问得小心翼翼。我蹲下身来，将佳佳抱进怀里。此刻我声音颤抖。佳佳，别怕，哪怕你得了癌症，妈妈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佳佳脸色一僵，癌，癌症。 我低声抽泣了一下，佳佳，妈妈本来不该跟你说的，但是妈妈想让你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活得开心一点。不可能啊！佳佳咬了咬嘴唇，眼中闪着泪花。妈妈，我上次体检都很健康，怎么会？佳佳大哭了起来。怎么会突然得了癌症啊？佳佳乖，不哭不哭，我拍拍她的肩膀，轻声抚慰。 医生说是突然的病变。佳佳想一想，最近有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？最近，今天爸爸，我抬眼示意闺蜜拿起手机开始录像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无法再忍，我要蒋静轩这种人渣付出代价。现在就要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叮嘱闺蜜照看好佳佳。 随后直接去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为了防止蒋静轩发疯，我同时以猥亵儿童罪报案，将蒋静轩拘留到了警察局。警方紧急立案，将蒋静轩逮捕了起来。我手上的证据虽然不能直接给蒋静轩定罪，但足以将他关在警察局调查十几天了。 等蒋敬轩从警察局出来，法院就开庭了。他没有任何时间去准备跟我对抗的资料，因为闺蜜给全市的律师都打好了招呼，不接蒋敬轩的案子。蒋敬轩被带到警察局时，看我的眼神如是死物。秦岚，你好深的城府。我笑了笑，只是为母则刚。他冷笑一声，秦岚。 蒋佳佳姓蒋，她是我的女儿。你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法院都不会把她判给你的。哦，是吗？看来他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我轻轻凑近他的耳边：“蒋静轩，佳佳不是你的女儿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接着，他满脸的惊慌看向我：“秦岚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 难道蒋敬轩一直都知道佳佳不是自己的女儿？那他所做的这一切……话还没说完，蒋敬轩就被警察押进了警局内。我整理了一下头绪，既然已经走到撕破脸这个地步，那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在警局外的便利店随便买了点关东煮，我拨通了佳佳亲生父亲的电话：“喂，您好。” 您还在澳洲吗？关于佳佳的事情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将我申请为证人。开庭时间发到我手机上，我会尽快回国。那个，我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随后一条信息发到了我的手机上，是对方的姓名和身份证号。金浩，他也姓金。在将电话拨回时。 已经无法接通了。我咬了一口丸子，翻出通讯录打了几个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法院来了短信，五日后开庭。在公司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爬到管理层，我手中的人脉总算是有了用处。将开庭时间发给金浩后，我去了一趟医院。不知道蒋静轩这几天在警察局过得怎么样。 反正我是前所未有的舒畅。这几日在闺蜜和我的悉心引导下，佳佳才慢慢吐露出了内心最深处的声音。她说：“自从我跟她深聊后，她自己也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，知道爸爸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。但她相信爸爸不是那样想的。她也问过爸爸很多次，爸爸说这只是对佳佳的爱而已。” 所以，他选择相信爸爸，蒋敬轩。哪怕你知道佳佳不是你的女儿，但朝夕相处的十一年，都捂不热你的心吗？你该让佳佳多失望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被抓进警察局了？爸爸还会被放出来吗？佳佳还能看见爸爸吗？我的心狠狠刺痛了一下。你蒋敬轩配得上女儿的爱吗？ 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让佳佳也作为旁听出庭。我要让佳佳彻底看清蒋静轩的为人，不会再给蒋静轩任何一个接近佳佳的机会。开庭日，蒋静轩直接从警察局被带到了法院。审判长宣布正式开庭。我陈述完诉请后，蒋静轩开始发表自己的答辩意见。 我不离婚，没对女儿做过那种事，她连孩子的醋都吃，孩子不能判给她。审判长没说什么，诉声道：“被告答辩完毕，下面进行原告举证环节。这是我当事人的一份验伤报告，被告于二十乘以两年五月十日对我当事人进行了殴打，存在家暴行为。” 我看着蒋敬轩，瞳孔慢慢瞪大，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验伤报告，秦岚，原来你早有预谋，这都是你设的局。”被告，请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。审判长，这是我当事人在家中录下的视频，视频里蒋敬轩对蒋佳佳存在过于亲密的举动。 这算什么证据？我跟我女儿亲密一点怎么了？审判长，秦岚这个女人就是有病，她连女儿的醋都吃。蒋静轩看向一旁旁听席上的蒋佳佳，佳佳，你说话呀！爸爸这么爱你，怎么可能对你做出这种事啊？佳佳眼神闪动了一下，嘴唇抿了抿，最终没有开口。我方律师继续举证。 审判长，这是一份当地亲子鉴定机构的检测报告，上面显示蒋佳佳并非是蒋静轩的亲生女儿。虽然已经给佳佳打过预防针了，但此刻我还是看出了佳佳眼中的难过。此话一出，蒋静轩好像疯了，他神情暴戾凶狠，眼中染着望无边际的恨。秦岚。 你就非要走到这一步是吗？审判长再次敲锤，被告，请控制好你的情绪。原告，请问你还有证据需要举证吗？我们还有。我伸手拉了一下律师，示意他先不要继续举证，因为我想听一听蒋静轩如何辩解。下面由被告进行质证。审判长。 我的确不是佳佳的亲生父亲，但是佳佳是我前妻的女儿，我怎么会不把佳佳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我只是太爱她了。至于他举出的这些证据，除了我打了他，其他都是他的主观猜测。审判长，我同意离婚，但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我。他才二十九岁，以后肯定还会嫁人。 佳佳跟他没有任何亲缘关系，我无法想象以后他生了孩子，佳佳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。我是爱女儿的，从她出生开始就是我一直在照顾，我怎么会伤害我的女儿？我只是太宠她而已。难道父亲宠爱女儿也有罪吗？由于这是民事案件，我报案；蒋静轩猥亵佳佳是刑事案件。 所以不能一起开庭，而没有将视频作为证据呈上，是因为我有必胜的把握，而且佳佳在场，我不想让她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受到众人的审判。一旁的蒋静轩父母也开始激情发言：“是啊，审判长，我们家静轩一直把佳佳都当作亲生女儿对待。” 我们都是今天才知道，佳佳居然不是静轩的亲生女儿。但你们可以问街坊邻里、老师同学，佳佳从小到大，那天不是我们静轩去接送上学的。静轩对佳佳的爱是实打实的呀。这个坏女人整日整日的不着家，肯定是在外面有了男人了，自己又不想生孩子，所以才想离婚。 还要把我的宝贝孙女给带走？听见蒋静轩母亲说的这些话，我都想笑。如果不是我整日整日的不着家，你俩老人家能吃喝不愁吗？我本以为到这个地步，蒋静轩会有所悔意，但他应该是判定只有佳佳的口述无法定罪，所以死不悔改，想为自己脱罪。 既然蒋静轩的狗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，那就不必等了。我示意律师可以让证人进庭作证了。大门打开，当金浩走进来时，我能明显看见蒋静轩怔愣了一下。我拧了下眉，他俩认识。审判长，你好，我是原告的证人金浩，也是被告蒋静轩前妻金小玉的弟弟。 果然跟我猜的没错，我就说这人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是佳佳的亲生父亲？蒋静轩有些激动，直接从被告席上站了起来：“你想干什么？你姐姐小玉已经离开我了，你也想把佳佳从我的身边夺走吗？”金浩嗤笑一声：“则蒋静轩，你怎么还装深情角色呢？” 接着，他从包里拿出来一叠资料。审判长，这些是蒋静轩与我姐姐生前的短信来往。我方律师愣了一下，小声呢喃道：“怎么还当庭提交我都没看过的资料？”金浩看他一眼，解释道：“不多，只有五页，不过每人都有份。”我挑了挑眉，还有这一手证据分发到手。 我看着蒋静轩发的那些文字，恨不得立刻回到八年前，宁死都不跟他结婚。金小玉，你他妈的跑了是吧？你跟那个野种的孩子不要了是吧？金小玉，你给老子等着！你欠的债，你女儿来还。金小玉，我都计划好了，你敢离开我，我就要让你女儿这辈子都不敢离开我。 你就等着你女儿成年的一天吧。突然，全庭肃静之时，蒋静轩开始狂笑。他面色阴沉可怖，语气中邪卷满满的恨意。金浩，如果不是你姐姐先对不起我，我怎么会报复她的女儿呢？金浩一拳狠狠砸在台面上，如骤然发疯的野兽怒吼道：“是我姐姐对不起你吗？” 如果不是你把我姐姐丢在高速公路上，我姐姐怎么会受到侵犯？蒋静轩冷哼一声，满脸的讽刺。我怎么知道他会被人侵犯？我也跟他道歉了，我还同意娶她了，但他为什么要跑呢？我都接受他跟那个野种了，他为什么要跑呢？“野种”两个字狠狠地将我的心刺痛了一下。 我抬眼看了佳佳一眼，此刻她双目正愣，泪水一滴又一滴的从眼角滚落。畜生！我在心中狠狠怒骂。金浩彻底怒了，他直接从证人的台前冲了出来，一把扯住蒋敬轩的衣领，吼道：“蒋敬轩，他那天不是跟男人跑了，他是去自杀！自杀，你知道吗？” 你知道十七岁的我一回家就看见满地的血是什么感受吗？你知道我把他送到医院，医生说再晚来一步就就不活了是什么感受吗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你就是个畜生。从医院出院后，我姐姐就疯了，精神病加抑郁症。为了给他治病，我们全家移民去了国外。 为了给他治病，我们家掏空了所有的积蓄，甚至欠下了几百万的债。可最后他还是自杀了。蒋静轩，你说你还配不配活着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蒋静轩的怒吼声充斥整个法庭。你撒谎！金小玉就是跟男人跑了，他丢下野种羞辱我，自己跟一个富二代跑了。 我妈亲眼看见的，你还在这里胡说！蒋静轩额角青筋凸起，情绪彻底失控。金浩冷笑一声，转头对着蒋静轩母亲问道：“你真的亲眼看见了吗？”看着金浩阴沉的脸色，蒋静轩母亲有些心虚：“我……我那是不想让我儿子伤心，我……我瞎说的。”当。 审判长垂落下，法庭瞬间晋升。金浩松开蒋静轩，转身对着审判长鞠了一躬，感谢他等自己说完了，才强调法庭纪律。原告，既然蒋佳佳跟蒋静轩没有血缘关系，那根据法律规定，原则上你不具有对蒋佳佳的抚养权，在你满三十岁后。 可以向法律申请领养蒋佳佳。我方律师开口：“审判长，蒋佳佳有母亲，还把她判为孤儿，是不是太过于残忍了？”审判长垂眼思索了片刻，开口：“原告，我问你，你才二十九岁，跟被告离婚后，你是否会再婚生子？”我面色平静。 早就知道审判长会对这一点发出疑问，我方率先律师站了起来。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是个丁克。审判长否决，法律上并不承认丁克就不会和不能生育。我站起身来，轻笑了一下，风轻云淡道：“我不是真的想丁克，我是没有生育能力。” 审判长助理起身，从我的手上将检查报告拿了过去。我垂下眸子，没有看众人的眼神。崭新的，今早八点刚从医院拿到的报告，上面写了：秦岚，女，二十九岁，无生育能力。五分钟后，本庭宣判：蒋静轩、秦岚两人准予离婚。 蒋静轩净身出户，并剥夺蒋静轩对蒋佳佳的抚养权，蒋佳佳的抚养权归秦岚所有。终于，在二十九岁这一年，我胜了。一个半月后，蒋静轩定罪了，五年有期徒刑。蒋静轩入狱那天，我带着佳佳跟金浩去祭奠金小玉。金浩站在金小玉的坟前。 狠狠抽了一个小时的烟，姐，蒋静轩坐牢了。佳佳现在遇到了一个好妈妈，她会过得幸福的。我相信秦岚以后会好好帮佳佳选择结婚对象，不会让佳佳的命运像你一样。我问金浩，为什么这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才回来？金浩说，家里的债一直还没还完。 澳洲那边扣着他的护照不让他回国，他还说他今晚的航班又要回去继续还债了。我问他还欠多少，我可以免息借给他，当做感谢他这次出手帮忙。金浩猛吸了一口烟，眼里透出一股狠劲。不用了，还剩五年就还了。五年后就是蒋静轩出狱的日子，金浩想做什么？ 我好像知道了。金浩走之前摸了摸佳佳的头，金佳佳，以后要听妈妈的话，好好长大。是的，我给佳佳改名字了，因为希望佳佳能带着金小玉那份一起好好活下去。后记：秦岚，我叫秦岚，也可以叫我佳佳，因为在很多年前，我就是佳佳，我有着一个跟蒋静轩一样的父亲。 只不过我的父亲比蒋静轩更恶心，他从我十二岁开始就趁着我母亲不在家对我行不轨之事。当我的衣服第一次被撕碎在地的时候，我就恨不得将其木千刀万剐。但十二岁的女生怎么会有跟成年男子抗衡的力量？每当我奋力反抗的时候，都会被他狠狠丢在地上，然后拿着厨房的菜刀。 抵在我的头上，他威胁我：如果说出去，就把我和我母亲都杀了，然后他自己再自杀。我知道他是敢这么做的人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个酒鬼烂人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家里的钱全靠我妈一个人挣，所以我只能每晚每晚的盼着我妈能够早点下班回来。 因为我妈早点一秒，就会早一秒结束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四年。虽然我没有一刻不再想死了算了，但我还是门门考试第一，考上了重点高中。在高二的某一天，老天终于有眼，我那恶心的父亲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。卡车赔了钱。 但全被秦牧爸妈给拿走了，一分没给我们母女留下。但无所谓，因为秦牧死了，我跟我妈过上好日子是迟早的事。在秦牧的葬礼上，所有人都在哭，只有我一个人一滴泪都没掉，甚至还扬起了嘴角。终于，我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。就当死寂的心开始燃起希望时， 我开始生病了，因为学业和难以开口，我一直忍着没有去医院。直到高考结束，我去打了一个月的暑假工，才有钱去医院看病。医生说我拖得太晚了，各种炎症导致输卵管直接堵塞了。医生说我不会有自己的小孩了。那天我坐在医院的儿童科门口坐了一个下午。 我想起我被欺辱那两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：以后一定要生一个女儿，并将她保护的跟公主一样，绝对不让任何人欺负她。但我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，因为秦牧死了都不放过我，要让我这一辈子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。大学毕业，我试图将这段过往画上句号，所以丁克成了我的保护色。 我无时无刻不在麻痹自己，我不是不能生，我是怕痛、怕身材走样、怕生产后遗症而不想生。跟蒋静轩结婚的前几年，我确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的快乐。我将佳佳当做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守护好佳佳。所以，当蒋静轩的举动有一丝不妥的时候， 过往的经历就会唤起我敏锐的感知，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家眼中很正常的举动，在我的眼中会是一根刺的原因。所以在察觉到蒋静轩的意图后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将佳佳从深渊旁边带到光明之处。当年的佳佳没有遇到秦岚，今日我身为秦岚，必定要护下佳佳。 好了，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观看支持。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。母亲去世多年后，我回家祭祖。离家多年的弟媳一句话，让大家沉默了。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，这些年大家都在外地生活，老家确实是没有人了。也就是过年的时候。 大家从天南海北回到农村老家，在家里面生活七天之后又返程了。只不过这一年，大家好像终于有了时间，也就回家里祭祖了。那天下午，我们在家里吃饭，吃完饭各自无所事事，享受着老家的时光。忽然间，弟妹一句话让众人沉默了。原来，时间过得是真快。 但记忆还一直在。我们兄弟姐妹四个，但说起来，在母亲最后的时光里，也就弟妹陪母亲时间长一点。父亲去世的早，母亲拉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长大。后来彼此都有了家庭，也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大姐、二姐常年陪着自己的孩子在外地生活。我有两个儿子。 压力还是挺大，又加上离家一千多公里，所以说回来的不多。弟弟一家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一点，也离家没有多远，便经常回家看望母亲。尤其是前几年，母亲突然生了病，当时大姐和二姐也曾提议让母亲跟着他们到家里面去住，可是母亲这个人脾气比较倔。 他说什么都不乐意去，就在老家生活。但一个普通的老年人在家生活，我们都比较担心，更何况母亲是生了病，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而我这边因为离家远，母亲也是不乐意去。当时弟弟和弟妹两个人全都在温州打工，最后弟妹二话不说便从温州辞了职。 回到了农村老家，一直照顾着母亲，直到把母亲照顾去世。这期间的辛苦自然不必多说，他也没有再给我们提过什么。直到这一年，我们回到老家，在闲聊之中，弟妹一句话让我们都沉默了。当年我们还没有商量谁回来照顾母亲的时候，弟妹便提出来，他要回来照顾母亲。 他说：“大姐、二姐是嫁出去的姑娘，不应该也没有这个义务回来照顾母亲。万一婆家人不高兴了怎么办？”而我家有两个儿子，他说我压力比较大。他们家一儿一女，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一点，而且弟弟也比我能赚钱，他就从外地回来照顾母亲了。他说以前母亲照顾他。 现在轮到他照顾母亲了。其实这句话也算是夸张吧，因为按照母亲说的，他照顾任何孩子都是理所应当的。甚至在很多时候，母亲给我和大姐、二姐说，让我们多照顾一下弟妹，也不要跟弟妹争什么东西。她实在是太苦了，也确实如此。弟妹从小都没有爹妈，她是跟着娘家大伯长大的。 后来上了学，也就认识了我弟弟。后来他们两个就结了婚。弟妹嫁过来的时候，也知道我们家里面并不富裕，并没有想着要什么彩礼。但最后，母亲就让我们三家凑了钱，凑了九万九千块钱给弟妹拿过去了。母亲说，这个彩礼钱要给到弟妹的大伯，算是谢谢他大伯把她养到这么大。 婚礼也不算是很隆重，就是那三间房子，而且还是之前的房子，这在村里还是很少见的。毕竟谁家结婚不是盖新房呢？但弟妹就说：“现在没钱，先别盖，等以后有余钱了再说其他的事情。”弟妹嫁过来之后，母亲总是觉得对她不够好，觉得让她受了委屈。在年轻的时候。 洗衣做饭几乎都是母亲来做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大姐、二姐来到我们家，都会买很多东西，而且还是问弟妹喜欢吃什么。弟妹坐月子的时候，母亲成宿成宿不合眼，一直照顾着孩子，不让弟妹辛苦一点儿。甚至在生老二的时候，弟妹也是剖腹产，当时弟弟在外地工作。 没有赶得回来，我和母亲两个人去照顾着弟妹。但因为毕竟是弟妹，我有时候要避嫌，母亲就无微不至的照顾着。那个时候床位比较紧张，我买了一个爬爬垫，母亲直接把爬爬垫铺在病床旁边，就在那躺着。只要弟妹一说话，母亲就赶紧起来给她倒水喝，或者是伺候着她。 后来，因为我有事要赶紧返程，出院的时候是母亲陪着弟妹回去的，但这也是最难的时候。我们家离县城很远，离公路也很远，而公交车只会在大路上把人给放下来。可是从下了公交车一直到我家，还有将近五公里的土路，而那个时候，弟妹就抱着小英在怀里。 别说是走路了，站都站不稳。后来母亲就给邻村借了一辆驾车子，又在上面铺了被子，让弟妹躺在上面，就这么一点点的往家里面拉。本来一切都还顺利，只是要经过一个上坡，而坡的旁边就是一个河流。那坡比较陡，别说是母亲了，就算是一个青壮年都不一定能把驾车拉上去。 当时母亲已经很累了，就坐在地上休息，想喘口气，再把弟妹给拉上去。可是母亲想多了，一连尝试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母亲很吃力，很吃力，低着头拉着架车，使劲的往上拉，却始终没有一点办法，也急得母亲满头大汗。因为马上就是天黑，万一到时候再拉不上去。 那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弟妹好几次都说要下来帮忙推一下，吵着要下来走路，但都被母亲拒绝了。她说那个还是的弟妹身体虚弱，要好好躺着。可尝试了两次，还是没上去。母亲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好多天都没有睡好觉，再加上也没吃啥东西，这个时候。 人已经疲惫得一点劲都没有，在绝望的时候，有村里的人路过，那人看到之后，让我母亲歇一下。他跑回家喊了几个人过来帮母亲拉车，母亲在前面拉，几个人在后面推，也终于把驾车拉上去了。很多人都说弟妹遇到了一个好婆婆，但我母亲从来都说她是遇到了一个好儿媳妇。 因为母亲经常说一件事，就是当年弟弟结婚的时候，母亲忙了很久很久，最后她没有上桌吃饭，而是盛了一碗丸子汤，坐在厨房里吃了起来。大家都在忙忙碌碌，可偏偏弟妹穿着结婚的衣服过来拉母亲要到桌子上吃饭，母亲百般拒绝，她说不合适，不想去。弟妹觉得拉不动了。 便拿了个碗，盛了一些鸡肉，还拿了一个馒头，走到了母亲面前。他就蹲在母亲面前，两个人这么吃起来了。母亲劝他要去主桌上吃饭。今天他和弟弟是最大的，但弟媳就说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长大，这个时候他是最大的功臣。他如果说在厨房里吃饭。 那弟妹也要在厨房里吃饭，最后母亲就端着碗来到桌子上吃饭了。虽然这件事过去了好多年，但母亲一直记在心里，还不止一次的跟大姐、二姐也跟我说，说弟妹家里面比较困难，从小没有得到过父爱母爱，她嫁到我们家了，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以后要让我们好好的疼爱弟妹。 自从弟妹回家照顾母亲之后，大姐、二姐也从外地回来，在农村照顾着他们的孙子。平均下来，大姐、二姐一个周来家里面一趟看望母亲，每次来的时候都会买鸡买鱼，忙着在厨房里做饭，让弟妹休息一下。后来我也让媳妇从外地回来，陪着弟妹照顾着母亲。 然而弟妹拒绝了，她说自己一个人能忙过来，不需要再浪费一个人在家里。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正忙着给儿子说媳妇的事情。她说我们家压力大，就不要回来了，让我媳妇在外面好好挣钱就行。母亲年纪大了，再加上生了一场大病，开始糊涂了起来，经常叫错人名字，也经常乱发脾气。 哪怕是我和大姐都在家的时候，母亲有时候也会吃着饭就把碗往地上一摔，大姐吓得不轻。有时候想发火，但也忍住了。倒是弟妹不慌不忙的说：“习惯了就好。”很难想象，在没有我们陪伴的日子里，弟妹过着怎样的生活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母亲现在走路比较困难。 弟妹就给他买了一个可移动的马桶，放在了床边。而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，弟妹在母亲床的旁边也放了一张床。也就是说，那个马桶在两个床之间。说实话，每次我进母亲的那个屋室，就能闻到一股尿骚味儿，尤其是到了夏天，味道特别的冲。 大姐也曾吐槽过好几次，让母亲到厕所里面方便，可弟妹就说那是砖路，万一绊倒了，可能就会比较严重。她说让母亲在屋里方便，到第二天她去把粪便倒掉就行了。说实话，大姐有时候也坚持不下去，可没想到弟妹却一直在坚持着。有时候二姐。 会来我们家，他如果不忙，就会在家里面住上一个周或者是半个月。他如果来，就会让弟妹休息一下，或者是让他去外面找弟弟生活一段时间。这几年，每个月我们三家每家都会给弟妹一千块钱，弟妹推脱也不行，这个钱他应该拿。母亲最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开始疯狂的跟我们要钱。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为了等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把这个钱作为洗钱给到孩子们。但母亲并没有等到我儿子结婚那一天，在临终的时候，他从床头下拿出来一叠钱，把这个钱全都给了弟妹，并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叫到床旁边。 再三的叮嘱我们说：“弟妹从小就是吃苦长大的孩子，嫁到我们家也一天的福没有享过。她走了，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要好好的对弟妹，千万不要欺负她，千万不能让她吃苦受累。”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哭，弟妹哭得更伤心。只是往后的几年，只有逢年过节或是忌日的时候。 我们回农村老家，不管是我们还是弟弟一家，都是常年在外，老家彻底没人了。但有时候因为距离实在是远，我和弟弟都没有回来，倒是大姐和弟妹代替着我们去上了坟。这一年中元节，大家好像忽然间都有了空，便从外地回来跟母亲上坟了。这天吃过饭。 大家坐在院子里面闲聊天。弟弟的这个院子，我们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母亲一直住在弟弟家，我们逢年过节都直接奔到弟弟家来看望母亲。母亲还在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在院子里面种上蔬菜，夏天种黄瓜、番茄、茄子等等之类的，秋天种冬瓜、花生等等。 尤其是花生成熟了之后，母亲自己一个人就能把花生给收上来，然后把大果捡出来，分好袋，就等着过年的时候我们回来，她给我们带上。如今院子里面长满了草，随处可见的杂草告诉我们，这个院子已经好久没有人回来过了。这个时候，弟妹轻声细语说了一句话，我们沉默了。 弟妹说：“要是咱娘还在的话，我也陪着咱娘。这院子肯定不会长这么多草的。”他像是若无其事的说了这句话，叹了一口气，又说：“要是咱娘在，她应该会种很多蔬菜。你们回来的话，咱娘应该会给你们摘很多菜，让你们带着回家吃。”说完，弟妹就走到院子中间，便蹲了下来。 他开始拔草了。说实话，我们真的不愿意提母亲的过去，毕竟回忆是无穷无尽的，思念是痛苦的，是悲伤的。而弟妹像是若无其事的、轻轻松松的说了这句话。到了这一刻，我们也就意识到，弟妹才是真真正正在回忆母亲、在思念母亲的人。有时候，我们做饭。 弟妹会忽然间说一句：“要是咱娘在，她肯定说咱又多做了饭，吃不完会浪费的。咱娘肯定会多喝两碗稀饭，因为她怕浪费。”上集镇上买东西的时候，弟妹也会不经意间说了一声：“要是咱娘在的话，咱带着咱娘上集镇上溜达溜达，看看集镇的变化也挺好的。”我们去上坟的时候。 路过人家的庄稼地，也会随意说了咱娘在的话，肯定会说这家的玉米长得好，那家的豆子长得好，他肯定很羡慕，因为咱娘就是喜欢种地，仿佛随时随地，仿佛任何时刻、任何场景，弟妹总能想起来，假如有母亲在的话，那场景一定会很温暖，很有意思。 弟妹像是很黏母亲，像是很思念母亲。这一点，说实话是我们做不到的。从弟妹嫁过来的那一天起，母亲就嘱咐我们要对弟妹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母亲有养老金，而他每年把养老金全都给了弟妹，甚至临终前还想着办法给我们要钱，而把这些钱全都给了弟妹。 他担心自己走了以后，就没人在乎弟妹了。但其实弟妹是家人，我们怎么会不照顾她呢？又是一年中元节，我们都回来了，都回来看看这个老家了。